精兵进行曲。让我们欢迎气质美女、德行旺带的《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》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心意并不假，我的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首先介绍我们的彤彤队，彤彤会唱歌的金伦，还有我们的爱扯。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爱扯唱的元浩，还有我们的德心姐，以及我们的林道宇。是的，两位猜拳要认真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预大胆的预测一下，可能元浩又要输了。对不对？两队队长请上台前彩拳。剪刀石头布，耶！是的，元浩队请翻牌。Let's go！ 我来，这个，哎呦 ，yes， 下来，哎呦，半，什么什么半？第三个字，中南半岛。哎，凌晨半点钟，三更半夜，三点钟，很早，三更半夜好像不是，三更半夜，我猜叮当的一半，因为半的歌不多啊，说实在的，一半对不对？哎呦，请回来，总队请翻牌。哎呦，天天想你，哎呦，天天想你，天上人间，天天快乐，天上人间，天天树上小鸟，天天年轻，青芳姐的，对，天天年轻对不对？错，请回元浩队，请翻牌。来，金姐加油，金 Go！ 哎呦，加油！是瓢虫，白色的瓢虫，真的哎，好像哦，而且是三 D 立体的哦。好，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子曰，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人，人的表现是己有力的力，人即达达，人即所不欲。嘘，我知道。乔德心。来，金姐加油 ，Go！ 哎呦，加油！是瓢虫，白色的瓢虫，真的哎，好像哦，而且是三 D 立体的哦。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子曰，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人，人的表现是己有力的力，人即达达，人即所不欲。嘘，我知道，你这个傻孩子，傻孩子，哦，颜维林，傻孩子对不对？统统队请翻牌。不是，这个唱一首啊，哦，明显嘛，半信半疑，半男半女啊，我知道，半斤八两，不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，半斤半肉啊，喂，半斤半肉啊，没有，这个都是油的，半肉半油，半斤半肉，哎，这半两个半的，两个半应该比较好猜了，对，半梦半醒，我有想到一个是我年代的歌。半梦半醒，应该是猜半梦半醒。半梦半醒，对不对？对哦，老师，请给音乐。反反复复繁华的梦，哎呦，多多少少寻常的情，有哦。再回到梦里，梦已不相连。转眼改变，梦已不相连。很
感觉的一首歌。是的，竟然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元后队，请翻牌。唱得好了，唱得好。这个，哎呦，来，表示炸弹。路路，哎，回家。不归路，不归路，天堂路不吉利耶。我想到一首歌，什么路？红龙红大哥的《爱的小路》。哎呦，而且他最近还跟周杰伦合唱了父与子的片尾曲，还有鬼影响得出来，对，经典。爱的小路，爱的小路，哎，爱的小路，还像大马路。爱的小路，是的，爱的小路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乡间的小路吧？啊。怎么为什么我不能翻？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呢？啊？怎么这么快？我想唱歌啊，这个没人翻过，为什么我能翻那个？对呀，越来越啰嗦了。哎呦，来，来生缘哦，刘德华的，经典哦，你的偶像，对，广东的你会吗？如果有广东的话，我可以唱，我请温金龙来。温金龙。拉二胡那个，拉二胡对，哎呦，还有来生缘，生，哎喂，你不是有音乐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没有，他只是让你观众听一下，说这首歌你专业一点好不好？让观众听一下这首歌啦，对，并不是要给你唱的好吗？以后不要听到音乐就直接要唱，好不好？职业病嘛，对，职业病，来生缘，来生缘，对不对？啊哦。元后队，请翻牌。炸弹呐，炸弹！红龙队，请翻牌。歌，小情歌哦，还有小情歌，让人情歌，哎，对，哦，有点道理耶，还是情歌，情歌，还是国歌，什么歌？情歌，情歌，对，梁静茹的情歌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不要再请翻牌。也今天你们的命中率不是很高哦。你在看什么啦？你这个感觉，我们就要借放大镜给你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随便啦随便啦，哎，真是的。哎呦，后来，哎呀，不一定哦。后来没有啦。后来回家。后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哦，哎呦。请上台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感觉是吧？你说刘若英，心有戚戚焉，有没有？丹心姐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红队请翻牌。对的，这个好像比较难猜，有一个字的，所以你想要猜，所以我不要猜这个。这个好，哎呦，这个好好。哎呦，思路，思路，今天的歌，思路中间也会歌，不会吧？思路吗？不可能，思路，感觉好像是新的一种药哈。思路，思路，一听就知道是一首台语歌曲。丹露露，那是露露啦，思露露，丢人现眼。思路，对不对？爱上了你之后，我开始领悟，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。爱上了你之后，我从来不哭，谁是谁的幸福，我从来不在乎，谁是谁。好听的答对哦耶！退步嘛，我没进去，道远还没唱到歌哈，加油！好了，就这个吧，炸弹，炸死你，炸弹。
不可能，炸弹！影子出来了，会，影子出来了，就是他吗？怕高姐，怕高姐，哎，林刀痕，林怕高姐啊？林道远台语怎么念？林刀痕，好，你家有多远？哎，我家林就很远。哦，李玖哲影子非常好听、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影子是你，李玖哲的影子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唱歌了，唱歌了。若你面向下个夕阳，迎接幸福光芒，我当影子慢慢拉长。答对，好听啊！没有，我们很好。艾辰，我要帮你合音。为什么？谁？因为我合音会比他唱的好。我觉得是华健哥的歌，哎，《我的情歌》，一首很好听的歌。哎呦，床歌！哎呦，起床歌！起床歌！该不会是起床歌吧？起床应该是起床歌啊！起床歌，起床歌，这个歌很难唱。要是我能唱的话，我应该是要发片吗？哎，起床歌对不对？哇！哎呦哎呦，你这歌也不好唱啊！来啦，老师老师，请给音乐。你不要那么中意哦。哦 ，Shiny Shiny。就大声叫，然后又甩掉，烦恼都忘掉。世界上只有开心是最重要，快快乐乐吧。帅，艾辰，恭喜你，很帅的答对。元浩，请翻牌，剩一首啊。哎呦，天天哇，我觉得这个天很容易会有炸弹。天天，不是陶喆的天天，天堂可能哦，天堂天天，嗯，就是 you never know， 哎呦，哦，哎，真天真天真，杜德伟的吗？是天天哦，天真，哎呀，杜德伟的天真，杜德伟的，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天愚蠢，对爱没天分，杜德伟天真，杜德伟的天真对不对？元浩对，元浩请上台。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对爱没天分。我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，睡啦，是啦。今天第一回合所有歌曲都唱完啦，是的。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他们两队的分数，统统队分别是得到了15分，哇，好耶，不错哦，很不错哦，好不好？金曲队伍得到的是15分，紧接着搞笑队伍得到的是15分，哦耶。第一回合平分秋色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回到金曲乐翻天第二回合，是第一回合两队平手，这一回要加油啦！好，虽然难度比较高，但是只有4题，是的，哎呦，建议两队一定要抢分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是你们说哦。虽然比较难，但好好的猜了，好，来吧，两队队长请上台前彩拳，元浩加油！剪刀石头布。请翻牌来，哎呦，四题难度较高、哦、加油啦，先翻哪里？这个好了，哎呦，不，好啊，还如此的近，两队队长请上台前彩拳，元浩加油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，
请翻牌。来，哎呦，四题四题，难度较高，加油啦！先翻哪里？这个好了。哎呦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忘不了，忘不了，不如这样。哎呦，忘不了，忘。猜不透。猜不透，猜不透，猜不透，对不对？猜不透，元昊对，猜不透，都没唱到歌哎。对呀，对呀，拜托唱一首，还没唱到歌哎哈。是啊，水在水一方，哎，水当当，水流浪到淡水，流浪到淡水有水吗？对，体验哦，流浪到淡水，无忘情水，非常合理的。对，流浪到淡水，有道理，有道理的歌曲。流浪到淡水，你决定猜这个流浪到淡水，流浪到淡水对不对？哎，是哎，通通对，请翻牌。到到到，这运气还不错，感觉不对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也会算命，你也会感觉。淡水，淡水，元昊对，请翻牌。哦哦，哎，这边都没有人翻哦。对。我不要翻这边，哎呦，因为没有人翻哦，有感应哦，有感应，不嘛哦，不不，也可以翻同一格哦，真的吗？ OK 的，哎，这个健康中心 ，I don't want， 这个翻上面，哎呦，装装装，明显的啦，装水装水，哇，装装装水水啊，装好。装甲水水嘛，装好水水，哎，装你是我们装水水，真好水水啦，真好水水，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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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壶，装壶好，真好水水啦，对啦，你反应这么久啊，真好水水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小瓜，嗯，确定，肯定，一定，真好水水，对不对？德基姐，恭喜你答对！耶！海城加油啊！随便啦。哎呦！哎呦！不要再请翻牌，反正已经翻了一个，对不对？哎呦！不要！不要！我这很难猜，不要！我猜到，我不要！不要走！张震岳的《不要爱我》。不要。有这个歌吗？张震岳有《不要爱我》。张震岳是《别爱我》吧？对。别爱。那是郑中基。那是郑中基。不要爱我，不要爱我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要乱对，请翻牌。这边，哎呦，真真，美梦成真，美梦成真，哎，许茹芸的《美梦成真》，嗯，蛮对的哈，美梦成真，对不对？哇哇，不要对，请翻牌。你今天没有一次猜对，对呀。都没唱到歌哎，哦，是是，哎呦，是什么歌是是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最近刚发片的歌手，不是刚发片，是重新又再发一次，对，哎，孙耀威，认识你真好，哎呦，知道，我国中的歌，我才幼稚园，你国中，认识你真好，对不对？认识你真好，知不知道？只有你可以让我把烦恼忘掉。认识你真好，一切都不重要，是你让我觉得骄傲。认识你真好，知不知道？只有你可以让我把烦恼忘掉。认识你真好，一切都变得不重要，是你让我感觉骄傲。没败，元昊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应该 OK。
不要说，是你的歌啦，不要对他说，不要对他说对不对？不是炸弹就好，太棒了，技能请上台。不要对他说，眼里会害怕，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，别说你只喜欢他送的玫瑰花，因为这些是我仅有残留的梦。好听的答对 ，yes， 加油！不要翻，好下好离手，来，来，前方队请翻牌。哎呦，又是我压轴，压力好大，我的压力好大。挂口，开不了口，应该是不要再开口，不让他知道。就是那么简单。哎，他好自重哦！去干嘛？我为你做不了，开不了口，对不对？请回。不是我压轴，我自己压轴唱好。你能压轴吗，大伟？不要！终于说出口，这首歌我来唱，你的假音比较差。终于说出口是谁唱？很多人。这首歌我来，小雨。终于说出口，是不是？到底林道远会不会是压轴呢？不要不要，终于说出口，他不行，是不是？我还能做什么？你已经不爱我，我一直都爱着你，难道这还不够？我还要做什么？你才不离开我？我知道你无心再继续看着我，一心想离开我。好好听哦，很棒哦，很棒哦，林道远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OK。第二回合也结束了，电视里面的观众朋友，我要宣布一下两队这一回合的成绩，彤彤队得到的是5分。袁绍队得到的是15分，哦耶！两队两个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彤彤队得到的是20分 ，yes！ 袁绍队20分，非常荣幸的宣布，你得到的是30分，掌声！两队请到台前来，谢谢新人能够来带来好听的歌曲，还有欣姐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今天唱歌很好听的，好不好？最后呢，我们金龙还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这就是《两只恋人》。傻傻两个人许过一个愿，当时星星眨着眼，看起来并不远。为你长去飞，为你被风吹。请你千万要等我，带幸福来给你的那一天。春天散步，夏天看海，秋天数落叶，一直没有烦恼，一直没有争吵，让每天像糖一样甜。冬天飘雪，我是棉被，温暖你是爱到永远，你就扶着靠着我的肩。